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的，我是鸟鸟 Birdy， 还是 Birds 啊，随便青菜。我是台中鸟鸟，今天又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密室逃脱。对，然后之前有人跟我讲说要不要在影片上加字幕，我就想说，好吧。可是这样，我们的影片时间，出影片时间可能会缩短变长一点点，可能不止一点点，因为这个就只有我自己嘛，这个东西。然后今天是要玩这个阿神的 Underground 密室小逃脱，这是我之前也可以算之前吧，就之前在巴哈上面看到有人在这边有个，不是有个评论啦，就是有个评论，对，就是找到有人说箱子，好，先不管这个，先讲完。有人说，有人就放这个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，然后就想说来玩玩看，然后就这样了，我们就来拍啊。我钥匙不见了， Bob 好像有放备份钥匙在附近，量子铁门，对了，还有这个，有人说叫我装 NEI 嘛，然后我就给它装上去了，关掉。好，我们来看剧情。阿神啊，睡得真舒服。等等，这是哪？啊，对了，我昨晚跟 Bob 研究量子装置 ，Bob 去哪了？我得去找到他才行。Bob 你在哪？好，总之先来开这箱子，按钮。规则：禁止破，禁止破坏，禁止作弊，禁止穿越地狱门。亮度随意，视野调静，调静，好好玩吧。阿神，我在你的Bob， 我在你的洗澡水里哦。速度要水，速度要水 ，speed。耶、yeah ！原来 Bob 的量子传送装置是用这些做的。钥匙在这里。喂，这边应该有什么东西吧？看来没有，就只有一个箱子。音乐箱，懂之。这边好像没藏什么东西吧？拉杆杆，杆杆乘以一，杆杆乘以二，熔炉，纸条有字，注意角落。Cookie， 阿神我在哪里？阿神，好累哦，这样。我有一堆阿神，阿神饼饼，注意角落，这边会藏箱子吗？真的，还真的，钻石镐，上面呢？油，没有，所以这边就算是探索完毕了。来看看喽，还有什么呢？我得到一个拉杆杆，然后。得到两个拉杆杆，然后没有东西。迅速钥匙，仙人掌。两个拉杆杆，让我好想随便放一个地方看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东西。那你要怎么开？这样吗？臭宝。竟敢把我锁在房间里面，这里吗？喂，等等，我开不了。这边。那你，我被反锁在房间里了。难道，这边吗？不是啊，又不能放在玻璃上。再去寻找所谓的秘密 ，secret。
something secret， 某些秘密。洞洞。这边有个箱子，然后没什么，然后这边水会游，可以游上去，但是也是没什么。阿神的稻田，啊，我把踩死了。耶、yeah ，好，先不管这个，先去办正事。办正事。为什么打不开呢？还是暗藏玄机？暗藏玄机？暗藏机妹？啊，看来不在这里。喂，到底要怎么？这边吗？哎，所以我到底要从哪边出去？我得到一个钻石镐，但不知道怎么办。然后这边有火把，害我不能放。哎，我不知道把火把打下来了，抱歉。纳尼？所以说，杆杆要放在哪里呢？注意角落，放在角落吗？没有啊，放在角落没有什么东西。这边。我看一下音效，我可能听到音效。啊？角落，注意角落。然后看来就是在这边，这边。天哪，我卡关了。哦，那你？真的，这太酷了吧！等一下，这怎么做的？难道下面有暗藏什么东西吗？哦 ，so cool，this thing so cool， 错把镜把我反锁在房里。等一下，我还是很在意这东西，这到底怎么做的？不知道，这边也跳上去了。这边看起来就是有东西，我在乱想。注意一下，哦，真的有哎，哇这个，拿不到，这边吗？嘿，耶，黄金装装，他真的没有给裤子哎。真的是像阿神一样说，裤子是万恶的东西吗？耶、yeah ，国王 IB，The King of the IB， 没，我觉得这边应该会有什么东西吧。回来，怎么又被爸爸锁起来？难道爸爸和鸡妹私奔？纳尼？不要拿这个，威比，你还好吗？鸡妹怎么不见？鸡妹打错了，没关系，这种是错字乃兵家常事。我还有一个控制杆杆，这边有东西吗？哦，没有。这边有一个蛋，那个地狱猫好恐怖。你看这边，等一下，丢出来了。为什么这边要放一个这个？哎呦，地狱门超恐怖。洋洋，你出来干嘛？等一下。这东西怎么下去了？酷哎，太酷了！作者大大，您可以告诉我一下，这到底怎么做的吗？太强了，这个怎么又变大陆口音呢？我觉得超强哦，彩色门。作者，恭喜你破关，大家都这样子，消灭小哦。
拉下拉杆，给予严厉的制裁。Bob 跟鸡妹，作者 School 大大，谢谢啦，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，然后做这个影片，虽然也是自己找。然后我觉得你做的这个东西好酷哦，为什么？刚刚那个东西我根本就不知道，为什么会放下去？鸡妹跟 Bob， 你们生了小孩，你们生了小孩，感谢您本次的游玩。这是本人头一次所做的密室逃脱，也请你多多支持我本次的作品。如行者，全部都是苦力怕，太恐怖了。哎呦，阿神，那这一次实况就到这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点左下角有一个喜欢，左上角有个订阅，然后随时订阅我的影片，随时跟踪我的动态。那么我们下次，哎，为什么要打这些？好的，看来作者大大是个阿神迷，跟我一样。成就，我是不穿裤子的，整套黄金装，耶！阿神的象征饼干乘以64，有了。注意边边，发现隐藏密室。末日的预兆，得到地狱生物的蛋，这个吗？消灭小四，给予鸡妹严厉的制裁，制裁，是这个吗？鸡妹去哪了？岩浆，哎呀，他们都掉下去了。没想到了，好，看来这一次实况应该就到这边了。如果，等一下，如果，哎，所以这杆杆还是有用的嘛？不对，东西。所以说，我们还有一个隐藏密室没找到。隐藏密室，我们去找隐藏密室吧。Let's go. 隐藏密室，永不灭的精神，不是，所以是这边。哦，酷，烈焰使者哦。所以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成就。天哪，大大，这很难找到，这史上最难找的密室啊！好，今天的实哎不是今天，这次的实况，这次哦，我要去好好练一下至正强人。这次实况就到这边了。如果有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在左，管他哪边，反正就有个追随，点下去就对。然后还有左下角有一个赞，就帮他按一下。然后下方资料的地方有粉丝团、巴哈等等一些基本资料。然后今天就到这边了 ，See you guys！ 好，来学阿神 ，See you guys！ 大家拜拜。好，不行，不能学阿神，我要有自己的作风，不能学阿神。